今天我们的确定病例，本土的病例持续增加，那今天有281例，那境外移入的有78例，那落地采检27例，居家检疫采检的51例。昨天进来的是14个航班，那落地采检的1195人，那阳性的人数是27人，那阳性率现在比较低，是 2.26。 那今天早上检查了237人，阳性的人数是3人，那百分比是 1.27。那这281例，那大概就是台北市有45例，新北市有115例，桃园有17例，台中2例，台南1例，高雄37例，基隆26例，新竹县12例，新竹市6例，苗栗县1例，彰化县2例，云林县1例，嘉义县2例，屏东县1例，宜兰4例，花莲8例，台东1例。那牵扯的话，我就说有确诊案例的话，总共大概有现在有17个县市，1 2 3 4 5 6 7 对，17个县市。